cool problem. What's yours?李约瑟当年一路来到敦煌，就跟你们现在走的旅程一样。对，这是他在中国做的最长的一次旅行。对，而且原来他不想在这待那么长时间，但是没办法。对，stuck在这一个月的时间。对，他可以在这儿多想一想，多研究，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。嗯。 其实李约瑟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心里面已经带着一个种子，就是想写这个关于中国科技方面的历史。但来到这儿，他可能更多的发现，就发现中国的古老的艺术文明史。他去敦煌的时候，一方面用科学的眼睛来看，而且他画了很多素描。